冰，你知唔知701系乜嘢？我带你去嘅地方冇如果，只系要结果。701都几啱你啊！呢度啲人个个都逆船。一啲声都冇，我听唔到路，可唔可以带我过去？无线电就系声音，声音佢一学就识。阿冰唔识字，摩斯密码就系佢学嘅第一种文字。你都系赌命，我系赌人哋嘅命。张学令。非常重要的人物，你是不是想说我跟阿冰做朋友是为了想漂白我的背景？这样叫做拍连队我？大家坐在这条船讲什么连累不连累的？我找到了，就是这两个台。